这里有个宝箱，两把钥匙插进去，还缺一把钥匙就可以打开宝箱了。哦，在这里开。这里边到底藏什么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今天我们继续玩假日模拟器，看这两条鱼了没有，把它放入浴缸。有吧，尾部还带螺旋桨。还记得上期吗？我们给鱼喂了辣酱，它能喷火，但是不知道我喝了会怎么样。我们找条鱼试验一下，这条黄鲤鱼，喝，哇，喷出好多火，再来，还到水里洗个澡吧，我来喝试试，会不会喷火？哇，也能喷火！你们给起个好听的名字，留言区等你们哟。继续旅行，海滩我们又来了，这里有个彩色的球，我们还没有玩过，要不和运动小哥玩玩彩球？来，敢不敢试一试？开始。嘿，嚯嚯，推球，你推我往。不能丢分，嘿嘿嘿，来来，再来，推推，成功获得积分，已经五分了，这样我们可以进入海底探险了。导游已经准备好了，上了一艘大船，海盗船。我就是海盗船长，再有帽子，戴上，加速航行。哇，我们要进沉船进行参观探险。哇，这个鱼很有特色，给你喂辣椒，你会怎么样呢？看看有什么反应。它也喷火，哎呀，肚子变得超级大，大大再大。哇哇，成球了！不要炸，千万不要炸！呼，我需要和海豚合影。海豚、章鱼，哇，船这么高了吗？大海龟，这里有一个海豚标志，是套圈的，打开。哦，来海豚了，抓紧时间拍照。终于和海豚合影了。太难了，这个海豚移动太快了。海豚，你看，接着就跑了。海龟和章鱼比较慢。留念，嗨，完成任务，我们到这边来。这边还有很多海螺，哦，带音乐响声的。哦，胖头鱼，我们能不能进到这里面来？地下还有一层。Hello， 导游从哪来的？这里有个宝箱，两把钥匙，插进去，再插进去一把，还缺一把钥匙，就可以打开宝箱了。这里边到底藏什么呢？哦，在这里，开，开了，打开。哇，里面是船长帽，换上，还有望远镜，这不是万花筒吗？带走，还有一个钩子，哇，太棒了，这也太酷了。好，结束，这里还有一扇门，我们返回海面，回来了，把照片进行解锁。又获得一分，快给积分吧！成功获取积分，六分了。我们又来雪山了。Hello， 给你两个球，快跑到冰池去，温泉变冰池，把鱼放在冰池里冻，果然冻住了，结结实实的。我们拿到这边来，来做好吃的，打开烤箱，把它放进去，进，
开火能否做出一个美味烤鱼？开，哦，又变回来了，跑了。用榨汁机，放鸡蛋、牛奶一盒、豆浆一瓶、接。谁需要喝？是这位戴帽子小哥吗？来了，热乎的牛奶、鸡蛋、热饮，马上就到。戴帽子小哥在哪里？我去给他送去。来尝一尝，热气腾腾的热饮。Impressive。味道怎么样？给一个五星好评。哇，非常开心。下一个给另一个拍照的做一个美味，没问题。冰茶、酒、各种调料。家族，再来个地瓜、柠檬，给我进去烤。又回来了，这么快吗？哎，哇，一看颜色，一闻味道，就是美味。哦，就是你了，尝一尝。我亲手做的，好吃的。It's got that cool cabin vibe, but it's warm somehow. 照片墙，这里有照片墙。吃了，完成任务，积分给我吧。又获得一分，雪山是两分了。今天我们就玩到这里。更多好看、有趣的 VR 游戏，敬请关注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